主料：南瓜150克，土豆100克，辅料：肉末50克，杏鲍菇、咖喱。准备时间：10分钟内。制作时间：10到20分钟。土豆、南瓜、杏鲍菇结丁，锅里放入油，放入肉末炒香，放入土豆、南瓜、杏鲍菇丁翻炒，加入水，煮至土豆都烂了，再放入咖喱块，煮至咖喱块都融了，就可以关火了。烹饪技巧：南瓜不要切太小块了，一煮就是糊了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